这是个啥？天哪，大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？什么玩意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，今天又来赶海了。今天这个温度啊是挺高的啊，今天将近是个30度左右啊。现在下午，刚刚这边吹下草，我就过来赶海了。走吧，咱们下去看看。咱们先翻翻石块啊。嘿，哈，一二三，噔噔！哇，有货有货！哇，今天这运气真好啊，天热也没白来。你看，你看，哇，这是两条这个八爪鱼啊。看看看，好鲜活，下来。哎呦，这吸得好紧，下来下来，我看。这两只大爆头，这个季节大爆头是真少呀。你看，上货了啊，比去菜市场买好，还新鲜。哇，对不住啊，收，上货。哎呦，你看这是个啥呀？哇，这是个大萝卜似的，看这里还有个小口。这是个啥呀？哇，这像个什么？这是个啥？天哪，大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？哇，什么玩意？这海牙子。什么玩意？海牙子呀。海牙子是什么？哎呦！啊，里面通红的，是什么玩意儿？海肠。啊？海肠不应该是那种细长的吗？这怎么像个萝卜？剪开它就细长了，这回家怎么吃啊？你吃吗？你看它的嘴这里哦，还长毛毛哎，看到没有？能拍出来吗？啊？嗯。好恶心啊！这回家你吃吗？要不要？嗯。你吃啊？你要啊？啊，炒韭菜可鲜了。这一个是不是有点少了？太少了。要不要啊？大补这个东西。那给你带着吧，好恶心啊！你回家做，我不敢做。前面又一个石块啊，咱们翻翻看。嘿，哇，又八爪鱼，这怎么那么多腿啊？这是几只？这也是两只。哇塞，这今天的八爪鱼，我的爱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我喜欢吃。刚那个什么东西真的太恐怖了。哇，又两只上货了，看，怪不怪你这个头又长又大又肥，收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下面就喜欢装货。咱们赶海的时候看到有这样子的瓦片，一定要翻翻看，总有惊喜。看前面那是个排水口啊，咱们过去看看，看能不能捡漏。走，哎呦，看看看，这边跳出来这个多宝鱼，花纹的，就跟那个石块似的，跟那个沙土似的，已经感觉要合二为一了。哟嘿，还想跑？多宝鱼那个小家伙能跑哪去啊？你看它那个眼睛明亮的，就跟那个玛瑙似的，看很鲜活哎。你看它这个鳃，哦。又弹起来了，这只多宝鱼好能弹呀！来来来，拿出来给他看一下，个头不错啊，比我的大脸盘子还要大很多。收了收了，上货！哇哇哇，给你稍微打一点水养了，在里面乖巧一点啊，不要在里面乱蹦乱跳。继续，哇，这边又一个，看看看，这个上面有点受伤了，看它这个腮上面有一点点这个小红斑，长了一个青春痘。美的冒泡了，这一只，哇，它嘴上长疮了，可能有溃疡。上火了。上火，有点上火啊，这一只，这只也不错，哇，跟那只个头是差不多大的，也一起收了，是活的啊，你看这个嘴还一直在动呢，一直在张着嘴说话，没拿住，好滑啊，你看，这身上都是粘液，天哪，黏黏的这种，来来来，给你放点水啊，我们去那个底下看看，那排水口。它这个水流好急呀、啊，这里水还好深，这两边看看，哎呦，看看看，这底下藏了一只什么？哇哇哇，这是一只好可爱的面包蟹，出来，嘿嘿嘿，出来出来，还想往后退，啊，这只可以，哇哇哇，这面包蟹是可以啊，好可爱，收了收了，要真的吃，哇哇哇。这多宝鱼是要疯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好能弹啊！哎呀，脾气倒是真不小。你看这边这个猫眼螺，哇，这个猫眼螺长得好好啊！你看，完全都陷到这个沙里面去了，好漂亮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肉也太肥了，这只怎么样？这个个头好过瘾，咚咚咚，这个肉，哇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把它水捏出去，哇，这太过瘾了。太解压了，好好玩啊！大家可以带孩子来玩啊、哦。收了这一只猫。
外人了。我看看看，这前面又一只，这个也快要钻进去了，钻成一个小鼓包。噔噔，哇，也是好肥呀、啊！这个也太肥了吧？怎么样？摸起来真的，这个手感太滑了，它怕痒痒。你看，我越这样子挠它，它就缩缩了。太逗了，逗它玩太有趣了。滋儿，一把捏出去，哇，这个水过瘾，太好玩了，收。回家煮着吃，或者是切片炒着吃，都很不错。今天这个温度啊，真的挺高的啊，收获也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看多宝鱼，下面还有面包蟹，回家这个那个什么海肠就大哥炒着吃了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喽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